道，美综合报道，严丽琴日前产检时发现子宫颈变短，宫缩剧烈，恐有早产危机，她紧急住院观察，安胎六天后竟发现左手颈阴达扁低，导致红肿变形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打气，妈咪辛苦了，妈妈真的很伟大，加油。严丽琴入院安胎后吃了不少苦头，先前曾晒出手抱青筋的惊悚照，坦言自己看了也傻了。31日在 Instagram 透露，安胎进入第六天，左手除了有明显针孔还阴达点滴的关系，手臂不仅发肿还出现变形。他强忍痛楚说，苦，只好换过手打点滴了，甚至还向腹中女儿喊话，要乖乖陪妈咪再撑一下。严丽琴又与老公张志峰婚后育六一子，白社自脸书，严丽琴近日住院安胎。白社自脸书，严丽琴也打了安胎针，左手除了发肿还变形。白社自 Instagram 严丽琴整过手满是青筋，白社自脸书。